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有着充足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但菲方背信弃义、挑衅滋事，同时编造谎言误导国际舆论，对此中方坚决反对。多次阻拦其在沿海礁的闭幕行动，请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我们要求菲方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方将一如既往采取坚决果断的应对措施，坚定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益。美方也称阿布扎恰邦是印度领土，反对通过军事或民事手段。美方介入是南海动荡的最大推手。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罔顾事实、挑动对抗、为非站台背书，多次以所谓双边条约对中方威胁施压，还派出军舰到南海挑衅滋事。 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对此中方态度清晰明确，那就是美方根本无权插手，美菲的军事合作也绝不能损害中方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